我今年23岁，我现在在韩国当了5年的 cheerleader。 哈哈，我今年23岁，我私下在外景当了12年的 casino dealer。 哈哈，哎呦，음식을굉장히좋아해서한국에서도맛집가는걸좋아하는데요，还有每次吃完去便所都会拉很臭的室友。我们是特别来看棒球的，现在呢二垒有人了，很紧张啊，很紧张啊，很紧张。中华职棒呢又开打了，那今天想什么呢？又要带大家进场来看棒球了。今天呢，我来到这个桃园球场，是由乐天来对战味全龙。那今天非常特别哦，因为呢，这个乐天球队呢邀请了这一位是可以说是韩国非常有名的女神啦啦队来到这一场比赛。那她会连跳3场，这是她第一场初登板。其实我们在台湾来讲的话呢，也有一位非常漂亮的这个啦啦队女神呢，也可以跟她互相匹敌。我录了一段影片，一样做自我介绍，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好，我是李豆慧。大家好，我是李多慧。我今年23岁，我现在在韩国当了5年的 cheerleader。 我今年23岁，我私下在外景当了12年的 casino dealer。我的爱好是跳舞。我的爱好是赌博。我的魅力是灿烂的微笑和能量。我的魅力是消失的荷尔蒙还有脑容量。哎呦，음식을굉장히좋아해서한국에서도맛집가는걸좋아하는데요，还有每次吃完去便所都会拉很臭的室友。이한번다바쳐서에너지를쏟아붓겠습니다。이한번台湾쓰쓰에너지를쏟아붓겠습니다。认识你们很高兴，请多多关照，谢谢。감사합니다，认识你们很高兴，请多多关照，谢谢，감사합니다。네코테몽키즈화이팅，네코테몽키즈화이팅，加油加油。现在进入到球场里面来啊，这个球场我们每年都会来报道一次的。那今天呢是非常认真的来看球赛，因为这一阵子大家都在那边互相的有些冲突，就说到底球团是应该好好经营啦啦队，还是应该好好经营这个球员？但是我觉得呢，各取所需啦。有些人他是真的是来看棒球的，你就可以坐在你视野非常好的地方看球嘛。那有些人就是真的是喜欢这些啦啦队嘛，所以他就坐在靶枪区可以来看啦啦队嘛。我觉得很 OK 啦，哦。那就是属于那种好好看球的那一种，对吗？对，那像我这个是算是资深球迷了。对，我从职棒元年下半季就开始看到现在。你看我已经42岁了呢，我看了30几年的球赛呢，我看球是很专业的，因为本身我也是打棒球的嘛。所以我今天呢，就带大家来这边好好的看一场球赛。OK， 啊，你要拍好哦。好。今天这个很重要，因为今天是洋将。啊，两边的投手都是洋将。哎，是这个意思。那你要拍好拍。OK 吗？好，我们现在呢来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腾哥，这是腾哥。好，现在这个区域呢就是距离本垒板打击区最近的一个区域，跟着大家一起加油，我们一起为中华职棒加油。这个区域是靶箱区，哎，靶箱，你时常都住在这个区块吗？没有，第一次。真的假的？真的。那你怎么买得到票？透过朋友。对，透过朋友。哦，真的，你的朋友是不是永远都坐在这里的那个人？没错，是他吗？啊，是你吗？他把一整个球季的票通通都包下来，对不对？没有，超品的，超品桃园的。
超挺桃园的。对对对。今天是特别来看棒球，还是特别来看？看，当然是看棒球，特别来看老库电影。我不是为了你都会来的。哦，对嘛。一就是。对啊，顺便看一下啦。就是他刚好在。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们是来挺乐天的嘛。对对对对对对。确定哦。啊，九局看完哦，你等一下跟九局有统合照到，你才可以走哦。我用 key 的可以吗？哎呦。领队，领队。来来来，现在讲。他说什么？他说要请领队过来跟他谈情啊。会讲那个乐天女孩的队长，他特别来看他的，要来打个招呼。对对对对对，我们是特别来看棒球的。现在呢，二垒有人了，很紧张。好啊，很紧张。虽然我拍不到球场。他好像 you so 没有 so good， 没有 so good， 不要动啊！啊，真是 ，Oh my god！然后我想跟他拍照。这一球打击出去，啊，是安打嘞！啊，接杀，好让送上了三垒。OK， 漂亮的接杀，有拍到接杀嘛？看领巾嘞！还没过来。在关注，有在看，专门看球赛。我还以为你只看到他。没有。刚开车过来，然后我们刚刚赶五局的中场，他说快点来进，快点，我说我开超快，然后就后来已经来不及了，双杀，然后结束五局上，他说好了，算了啦，随便开了啦，慢慢开。回去可以看得到转播，那是舞蹈的部分，但是球赛一定要现场看。才有这种感觉。对，啊，你回去看球赛都已经知道结果了，那就不用看了。所以球赛要来现场看。好，这是谁的啊？我的。为什么我要让蓝蓝的？为什么？没有别人，没有你多会的可以拉吗？没有。没有了，我就说不要三三三下，太快了啦。